第37题，在一凸透镜的左方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个物体，如下图所示，其中 A、B、O、C 珠各点之间的距离皆为焦距。在透镜右方放置一个可自由移动位置的屏幕，观察五个物体的成像情形，请回答37到40题。第37题是问，请问哪几个物体无法在屏幕上成像？无法在屏幕上成像的就是虚像。我们从图上的叙述可以知道，我们的 B 点就是所谓的焦点，凸透镜在焦点内成为一个正立放大虚像，所以我们的物在焦点内，所以它无法在屏幕上成像，因为它成的是一个正立放大虚像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钉正好放在焦点上，在焦点上是所谓的不成像，所以它也无法在屏幕上成像，因此钉跟物都无法在屏幕上成像。第37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哪几个物体无法在屏幕上成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珠、钉、戊。